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陪同西里塞纳访华的有总统夫人、外交部长、财政部长等。军乐团奏斯中两国国歌。西里塞纳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。他还将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。